好了，那有没有想要 Uncle 我先问一下好了。对啊，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省的乐团。你们应该有的人看过我们很多次表演吧？有的点个头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有进步吗？暂时不能讲。你帮我看进步了。平常呢？好，来啊，今天。那五万块全拢买落来，要要要进步。赞。就是一赞。没有，其实我一直很到后来，我很追求的是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希望给听众是有一定品质的音乐，不是讲一开始哇干劲舞，大家讲啊支持啊冲啊，哇那几个蛋蛋都样，我觉得这种煽情的东西，体验基本就高，哎，看第二本不那么惨烈，对啊，所以我后来开始是很觉得，我觉得理念很重要，但是要怎么样把理念传得更广，那就是我们。自己本身的功夫的问题，对啊，那所以林老师有什么意见哦？有什么建议的？什么需要我们改进的？拜托来当公共。对，我是说真的啦，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对啊，就是我不想要只是好像觉得哇，这个团很有想法哦，青年有为这样子啊，这个激起这样，然后都没有去谈到我们的音乐很好听。有，我是叫他听啊，去我是叫他听哟。对啊，所以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意见，这样不要真的不要只每次看到我们就说哇赞赞，都接到什么什么赞声啦，哎，心怕伊呢，真的啊，像我看伊讲哇，你够赞赞赞，对啊，阿姨就是啊，看我讲哦赞赞赞，哎，真的很常遇到啊，那我就觉得到最后很心虚哎，你干嘛跟我心虚？一直站，然后我也很希望可以讲，所以当真的有人会讲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时候，我就很开心。有人就说他话太多，可以少讲一点。对，这意见还 OK 啦，虽然我还是改不掉，我已经尽量缩短了。他今天有一首歌前面没讲话。哦，对，很难得，现在有一首，下次会多再多一首。对，好啦，那，Uncle 你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这首歌刘志凯出台记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比较进步吗？有啦。哎，气仔拢买，你再去做温的哟，很值呢呢。吵架，捐的，那是后来今年人关了门，我就跟人讲的。哦，那是清大水木书店的苏老板，有机会去清大去逛一下水木书店，然后他们在那边每个礼拜六也都有一个竹蜻蜓绿市集，礼拜六啦。我一出两本啊嘞，礼拜六啊，对啊，然后有空你们如果在新竹的可以去看一下，对啊，那边农友对我们很好嘞，我们要去巴西，靠要叫大家拢摕因的农产品出来义卖，帮我们装钱嘞，搁装30,000元嘞，超夸张的，他们就用他们农产品义卖，然后捐了30,000元给我们，对啊，就补贴我们去巴西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，好，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专辑去回馈给他们。结果这本去嘛是搁送袂出去。对啊。
好啦，我搁想搞回啊。我们来，我们真的来唱这个最后一首歌啦，你的最 K 出台机。着土山，落水溪是伊的名。日本时代，人情感食伊目睭中啊，嘛是台湾天然甲人文的界线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看你叫中华人无？中华囡仔无？有吼，恭喜。恭喜啥？就这样而已啦。好啦，那今天演唱就到这边，好，欢迎大家明年我们的复出演唱会。记得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今天有带我们的前两张的专辑，然后还没有预购我们新专辑的，赶快预购。有已经预购了呢，再多买几张送给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好，什么时候会收到？忘他不提。总之，应该他们出国这边我拢得嘞啦，我不会跑。好啦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三四月应该三月都应该会有啦。好，就这样子啦，反正买就对了啦。讲啊这，你话想想啊这，就钱摕出来就落过去，对不？签名，好啦，嘿啊，就啊签签的吼。然后那个有一点一定要注意，字迹可以工整一点点。我到底要去你们等闹，看到不就拖汤的，啥？些啥啥？就是因为那个地址跟名字很重要，就是我要寄过去的时候。一定要看得懂这样子。如果可以来弘雅书房，对，你就写一个弘雅就好，就写弘 ，OK。对，弘，弘圈起来。好，你就写一个弘，对对对对对，连一啊，连一空啊，不用写了，弘弘，哎，昂咪来讲，昂，都昂嘛，当时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对吧？我是要存的，好了。对啊，然后对啊，那如果要寄到你们家，你都大概写你三四月份的时候，你人会在哪里？对，你不要写学校，可以用退学。对啊，对，好，那就谢谢大家啊。伴奏组的小姐，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今天就是三片一把，不是三片一把，我跟你先买起来，出大钱，三片一千，然后那个预购的话，就是大家如果有付钱，就在前面打个勾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因为动线问题，里面有一摊，我外面也会摆一摊，可以在那边填写你们的那个基本资料，然后还有，也可以在外面买，里面也可以买，好，这样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